我是小六。马上呢要到年底了，我们呢来工业园这边拿点货回去，因为家里面也没有红纸了，我要拿点红纸。然后呢六小呢也来拿一点那个小年货回去卖，看看有什么好东西。这个六个，六个多少？一包六个。老板，老板，这种给我拿30，小的也给我拿30，好不好？要几包来？啊，25块钱。去拿他的吧。好的，好的，等一下。然后这种呢？这种也拿点回去好了。拿20够了，这种大，20够了。这灯笼真好看啊！嗯，哇！娘子进来。娘子我，你怎么会了？那靓啊！佢一年到头都系咁红嘅，啲粉颜色入去，而家系麦乐嘅，麦乐合生。好吃。两粒的打酱的一个多钱？两块一个，贵贵贵贵嘛？你有打酱不了？两个多细几个？拿点酱回去卖，因为我写春联的话，很多人都要酱糊的。拿点孔明灯回去卖。好多我拿来。他昨天搞那个外卖来的，你看这边有，能捞到一点。这个你看，走吧，拿够货了，你们回去了。等一下呢，叫他拉过去就可以回去了。走了走了。